小心点哦，马肉师。你看我玩辅助有一个好处，对面的技能会丢我呀，这样子我们的中路不就安全了？上一场对面的拉兹是不是完全五十美呢？他完全五十美呢，就打我一个。可是我玩辅助的话，对面打我那很棒。他死定了呀 ！Nice， 他也是奎伦，有我在，奎伦休想杀我的队友啊！一个都不回事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我刚刚把技能叫个沙拉兹了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希望唔丢，拢希望唔丢。我技能刚刚用来杀拉兹了，所以没技能保人，对不起啊。如果在海底打，我就是天下无敌。传说什么时候要去一个海底战场？哎呦哎呦哎呦，怎么都丢我呀？哪有人一直丢克莱斯的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好疼呀！别丢了呀，太疼了吧！很爱丢，很爱丢。哎哎哎，奎伦啊，奎伦已经交过大招了。我附近有人，他就死了。来来来来，有我在，怕什么？哎，我没招了哟，没招了哟，有我在，怎么可能吃得了我的龙？怎么可能吃得了？怎么可能杀得了我队友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跑得掉呢？哎呦，给他跑掉了。40秒，今晚冰吃魔龙。吃魔龙喽！哎呀，我们的默契真的是就像一个小弟弟的默契，不是了，我的意思是我们的默契很差。猴子应该等一下下嘛，如果他按发起，猴子刚刚应该要发起，哇！猴子刚刚应该按发起进攻，你只要按发起进攻，我就知道你要干嘛。有我在，你想杀我队友吗？可能吗？有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吗？哎，回家了呀，金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换线才对，换线才对啊。Oh no， 他可能会死哦。不管了，你死了就得到教训。没办法，回手中，我去招警好了。好，凯伦没有在这，他可能吃完蓝，他在吃蓝了。凯伦在吃蓝哦。我就说了吗？哎呦，一打三！哎哎哎，对不起，怎么把我推进塔了呀？走了走了！My God， 我太糗了，太糗了，被推进塔了呀！防御塔。很坏啊，防御塔。成功拿凯啊，他们的打野被赶走了。哎呦，凯撒怎么去到我身上了？也是好事。其他塔掉了也没关系啊，可是我怕马洛斯没塔不行。他没塔可能会害怕。
如果在你不会死好吗，静？我在你旁边，你一次都不会死，怎么可能会死？洛伦没大招，风塔还没好。如果再紧就不会死哈，怎么可能会死？哎，你往前滚会死，往前滚会死哦。哦，我就说往前滚会死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有梦想，有梦最美。我的梦想就是吃掉这个蓝。进来，给你啊，进。好嘞，好嘞，吃掉了。好，吃完这个他就走了。哎，进，你不要再往前滚了呀！你往前滚，没办法，我救不了你啊。吃手。当然是去凯撒呀！哦，你在干嘛？去吃凯啊！我就需要去凯了。就注意凯撒。马洛斯其实你不用来没关系啊，可是马洛斯这个英雄不好分水。升上下塔，奎伦在这嘛？最有可能杀奎伦的就是，最有可能杀景的是奎伦。好痛呀、啊！最好的啦，最好大家都把技能丢给辅助身上。奎伦在左边哦，你有我在景就不会死，听懂没？听懂没？你听不懂，怎么可能会死呢？哎，其实，奎伦露头了。哎呦，奎伦，你好啊，奎伦。奎伦，你想干嘛？哎 ，GG， 什么叫神斧啊？这个不就是神斧咯。抱歉了，我太嚣张了，对不起，我只是一个正常的辅助，我只是做好辅助该做的事情而已。OK， 我没有特别神。有人可以买钢枪吗？最好不要了，买全弹就对了。